你是不是做过核酸，对不对？这个程序有错吧？我不清楚。配合。你有骗子的看我们的啊？他可有可无。看好了吗？接下去，我们因为前面有人，我们也听到你放国际歌，要请你配合调查。我们这里哪里放国际歌？啊，我们哪里放国际歌？哪里放？我们会调查的。你抄我的手机，你哪里放过国际歌？啊，那接受调查。啊，口头传唤你，希望你配合好。好了，我现在配合呀，你说。好，现在放。所以看核酸码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还要出去的吗？我出去，没问题。不出去，外面那么危险，配合，如果我老公阳了怎么办？谁负责任？如果我老公外面出去阳了怎么办？谁保护好？和我们一样的，该戴口罩戴口罩，戴手套的戴手套。你的大白呢？你的面罩呢？啊，我穿什么？我提供给他。我们穿什么？我很害怕的，我需要。我们家还有小孩。不是你需要，现在是传唤他，公安机关传唤他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为什么对我凶？我在。我没对他凶，我现在跟他说公安机关传唤他，对吧？我没有凶，我现在跟他说话。啊？他在阳台上开会，你去看。现在我们公安机关传唤他，不是说他开会。收拾收拾收拾！啊，你需要的话，我们这边提供大白给你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你等着，等着，好，等着，我等着。提供他大白最好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非常时期。没问题，提供他大白。你提出来。好，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要叫出去谈话呢？配合调查。配合调查什么事情？讲过的呀。什么事情？什么原因？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就是他们怀疑有人放国际歌，现在放国际歌都是罪了，对吧？放国际歌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也听到了，我没有放呀。我可以对我的话负责任的，你不要这种眼神看我，你是什么眼神看我？我没放，然后你传话，第一我没放，第二放国际歌也没问题的。啊，不是你们的放没问题对不啦？对，不要紧的，你放了我们也要问清楚相关原因的，可以啊，所以没有调查，大家一部分，大家都好说嘛。对，像你这个语气我也可以接受，大家好好说对吧？也都憋这么久了，嗯。不可以对我们这么凶的，对吧？大家都是良民。